每一个我扮演过的角色都让我对自己产生一些新的领悟。记得小的时候，我会偷偷擦我妈妈的口红，戴着她的项链，自己在镜子面前臭美。我幻想着自己是一个格格，一个爱爬树、爱翻墙、会舞剑、主持正义、打败敌人的格格。我也想过做个老师或者护士，但是我最终还是选择了做我最喜欢做的事情。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是一种自由，一种解放，我不需要跟别人一样。无论是演别人还是做自己，生活就是一段探索自己的精彩旅程。这就是我，我是杨子。